쇼만의 아트나 베텔레 네스피쇼. 我们东护府只希望大家化敌为友，不分种族，维和共存。因为不能播放音乐，所以我只能用清唱唱这一首成龙大哥主演的《天降雄狮》的主题曲《白雪纷飞》，看那战场，谁愿意孤独留在中央？铁马金戈空自辉煌，马儿我能往何方？白酒一杯再加胆量，敢问世间不平乱象，管他面前障碍多强，是霸乱是化成香，狂沙一阵卷走哀伤，尘埃落地不再流浪，家国天下经营豪放，一杯酒醉到四方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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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化敌为友，共存何妨？好汉何须拨弄刀枪？管他路有多少万丈，铁了心回到家乡，化敌为友，共存何妨？好汉何须拨弄刀枪？携手一家踏步前方，愿世上永无战场，愿世上永无战场。我是地球人，地球是我家。有人问达赖喇嘛，关于人性，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？达赖喇嘛说，人类为了赚钱，他牺牲健康，为了修复身体，他牺牲钱财，然后因为担心未来，他无法享受现在，就这样，他无法活在当下。活着时，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，死时，他才发现他未曾好好的活着。我们东护府只希望大家
化敌为友，不分种族，维和共存。因为不能播放音乐，所以我只能用清唱唱这一首成龙大哥主演的《天降雄狮》的主题曲《大梦想》。看那战场，谁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不留在中央，铁马金戈铜指挥行。我是地球人，地球是我家。有人问达赖喇嘛，关于人性，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？达赖喇嘛说，人类为了赚钱，他牺牲健康；为了修复身体，他牺牲钱财。然后，因为担心未来，他无法享受现在。就这样，他无法活在当下。活着时，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，此时他才发现他未曾好好的活着。为了赚钱，他牺牲健康；为了修复身体，他牺牲钱财。然后，因为担心未来，他无法享受现在。就这样，他无法活在当下。活着时，
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。此时，他才发现他未曾好好的活着。